车祸的意外消息来关心，彰化竹塘乡乡里幼儿园娃娃车稍早发生追撞车祸，导致娃娃车直撞电杆，两车相叠。目前的这车子里头一共15个人，幼童11人分别受到了轻重伤。稍后我们也会有最新的消息，随时为您做插播报道。